司法改革是蔡英文总统从英国后改革的其中一个重点项目。不过，就有民间团体拿出的总整体好最新的民调来讲，有80.9%的民众对司改工作不满意，有的中央同民间针对爱用批审制，也是国民法官之徒，多见都还蛮有共识。专家就讲，改革工作爱对基层做起事，民众才会有感觉。针对司法改革动作的批审团，韩国国民法官之徒蔡英文总统去年底是要求司法院老行政院同两种制度讲清楚。支持批审团制度的民间团体讲，对既定有的制度来改善，正是根本的做法。我们所谓的司法改革，一定要由下而上，一定要从对地方法院往上去改。可是司法的做法是由上往下，好像是嫌这个司法的高官不够多。民间团体拿出总整体后清醒的民调讲，有83%的民众不相信法官审理案件的公正性，强调司改要对下辈向公审来做，包含法学院的制度都要改革。学法律的人不是高中生就来学嘛，你是要大学毕业有个专业再来学，然后这一些人才去当律师。是用甄选的，不是用考试来当法官嘛？司法院版本的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民间当中采用参审制的方式，有民间团体反对，也还会参考国防的意见，由强势过后，将会送到立法院。下个新闻，陈燕玲、杨仁台北报道。